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蜜粉和粉饼的区别。首先，它们的作用不同。蜜粉一般用于吸油定妆，使妆容更加的持久；粉饼一般用于吸油防晒，具有一定的遮瑕力，还可以修饰肤色。二，它的质地不同。蜜粉呢呈粉末状，粉饼呈饼状。三，它的使用方法不同。蜜粉用粉扑按压或者是散粉刷清扫面部，粉饼它的使用方式分为干用和干湿两用型。以上呢就是蜜粉和粉饼的区别。